是中猫，今天是我考完学测后的第一部传说对决影片，这一局也是萨迦改造后的第一场排位赛。那大家一定很好奇，哈，萨迦啥时改了？有啊，这去年十月改的。大招距离缩短，而且没有视野了。虽然已经改一段时间了，但我毕竟要准备学测，所以这段时间都不常打。结果那个数学难成那样，我直接吓傻。先不说这个，之后我可能会想继续开直播。上一次开直播的体验还不错，希望可以早日2000订阅，不对，是300订阅。到时候再和大家分享。我最近还出了一部片，是频道五周年的影片，大家赶快去看。回到游戏吧。我玩萨迦基本上是见人就飞，反正就一直点，然后碰到技能飞天用鸟大便攻击害牙，然后我也没了。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值得，但后面还会有更亏的。看到大家有难，飞天考勤二话不说按下清醒，直接来个无断飞，然后打野也没了，飞天考勤也变成对面的考勤奖金了。但是没关系，马蜀俊告诉我们，只要蹭几个助攻，假装有在做事，剩下的就交给队友啦，还是会赢的。再来一次，看到害牙露头，你们觉得主播怎么做呢？直接走到草丛，不对，助攻错队了。这次我要改过自新，不会再被蹲了。先用个技能探草，兵又来了，感觉没有人吧？天哪，这两个心机超重，他们一定进不了桃花源。再次复活后，我直接扣着清醒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果然又蹲在这，直接一套反打。不对，大家大招已经没透视眼了。虽然成功复仇，但还是发生空难。在这同时，我发现竟然已经2023年了，时空旅行也该告一个段落。呼叫时空女人，什么事呢？快使出你的大绝招，破坏游戏环境。哇，谢谢女人。让我们威罗直接杀掉对面双色，女人都帮我们了，我也不能再演了。配合 K 档的威罗处理掉夸克，然后稍微归一点，确定草丛没人。突然有一道光，暖暖的洒下来，我直接对绮罗唱宠爱，他就被我歌声消灭了。这时凯撒也出了，我稍微扣一下，但小扣还在切洛里，没空理我，所以我只能绕回敌方高地。这时双射手也复活了。配合拉维尔的大招，我直接处理吊颈，也顺便逼退了害牙，成功拿下了这场2022年4月的局，并回到了原本的时空。最后就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